已经期盼已久的信义之夜，当然呢，其实我们知道每一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到底在信义之夜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时尚潮流。而每一年其实信义之夜的主题也都不一样，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霓幻之夜， It's a Neon Dreaming Night. So welcome to this Neon Dreaming Night at Breeze 信义 with us tonight.当然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在今天晚上馆内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，那么只要是受邀来参加的闺蜜朋友们，你会感受到跟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的微风信义会有不一样的氛围。当然除了有我们的亚洲女神级的 DJ Alicia 今天晚上要带着大家一起来 party 之外，我们也有非常新奇而且非常别出心裁的 Ultra Show，让我们可以从内到外真正的感受一个 Neon Dreaming 你的霓幻色彩。当然了，我们每次在信义之夜也有很多很多的优惠，让所有来到这边的贵宾朋友们除了玩得很开心看得很过瘾之外呢，也可以消费得相当愉快。当然我们现场